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我的心动？再多的理由也解释不了这心跳快的相思。悲剧电影里最靠背的场景 Oh baby, can't you see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Yeah, 都是为了你。受够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太阳到底在哪里 ？Oh baby, I can't see 我们之间的距离，下个不停，还是想去找你 ？Oh baby, wait for me， 都是为了你。你别把我当绿叶，也别把我给遗落。爱上你的是巨蟹，我真的不甘寂寞。可怜的像是背景，不要说我太 crazy。可以把你变老婆，以后得叫我老公。该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我的心动？再多的理由也解释不了这心跳快的相思。悲剧电影里最靠背的场景。See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yeah. 都是为了你。受够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太阳到底在哪里 ？Oh baby, I can't see. 我们之间的距离，下个不停，还是想去找你 ，Oh baby, wait.天气阴晴不定，太阳到底在哪里 ？Oh baby, I can't see 我们之间的距离，相隔不近，还是想去找你 ？Oh baby, wait for me， 都是为了你。都是 weather 你2:10，今天的天气有够台北吗？欢迎继续回到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上个周末呢，去看了梁咏琪 Gigi 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最后呢，我整场演唱会，他其实我觉得他的设计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决定了某一个地方这样子往那个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去呢，也许并不是让一般人啊，我就是一般人会很喜欢的那个部分，可是我觉得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就是一个可能艺术性啊，或是真的是看一场秀的感觉。然后直到中间后段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话啊，所以前面呢完全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是一首歌一首歌，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呈现，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诚意。因为他其实也可以简简单单的每一首流行歌好好的唱，站着唱，然后其他舞群跳，可是他每一个走位每一个细节那个是需要功夫的。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唱歌的他不仅仅只是唱歌，他是把他的整个演技然后整个情绪整个人是投入在其中的。然后到后面呢，他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回忆一开始的几张专辑，他在台湾在台北，然后感谢这些音乐人，然后分享一些当年的一些细节，然后有很多当初在做短发专辑啊，然后拍 MV 的妆发造型，写词曲的创作人啊，制作人啊，还有经纪人等等等等，可能都在现场，所以他就花一些时间去回忆跟感谢之前他从20岁的时候来到台湾啊，从香他用的词是从香港被带到台湾来，然后才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现在听到看到现在的梁咏琪。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哒，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护照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梁咏琪中意他，然后在这场演唱会当中的中意他呢，改编成了一个拉丁的版本，感觉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才说会对可能一般啊，我就是一般人，就说我要去回味我的青春，可是听到是一个新鲜的版本，就当然你还是可以跟着一起唱啊，可是就跟童年回忆就不太一样了。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需我操心，能随便想想东西。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时间陪你，哈尼哈尼，你是否想亲亲密密，还是喜欢这段距离？虽然留点空间不见面，反而能够拉近彼此的心。当我需要拥抱的时候，我总希望你在这里。
什么隐藏关卡难不倒我，城堡里机关重重，你给我一双翅膀全部都通过，想把全世界最美好的都给你，陪你游戏陪你孩子气，没关系我可以一直跳下去，跳过所有阻碍和你一起，有了你的我就是，有了你的我就是。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Jungle Back on 74。 你有没有觉得
哪一个年代是最好的呢？啊，当然，如果你很年轻的话，你才刚出生，你可能觉得刚出生也太夸张，就是可能2000年你是 Millennium Boy，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都差不多了，还好。可是如果今天你也40-50岁、50-60岁、70-80岁，你可能会有一个自己觉得，哦，有没有一个最好的年代呢？那个年代会不会常常就是自己年轻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嘞？2:2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生火灭火时间。你最近有买到什么，或是看到什么，突然觉得我很想要，很生火，很烧，或者是呢，你有没有真的用了什么东西，觉得哇，天啊，烂透了，超糟，大家不要被骗。那可能呢，他那个广告很大，或是呢代言人很强，或是呢那个说的很好听，可是根本就不中用。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想要分享的呢？生活灭火的时间，0223639955。嗨嗨嗨，你好。嗨，马哥你好，我是东哥。东哥你好，你要生火灭火吗？我要来生火一下，请生。最近还蛮夯的，就是 Disney Plus 的那个，幕府将军。哦，我听到好多人盛赞哎。因为对啊，他真的就是剧情不错，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演员的一些细微表情，我也都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他下礼拜就完结了，所以我是觉得可以买个一个月，然后拼命把它看完这样。就算只是为了一部剧，它也值得我们花一个月的就是订阅费，因为实在太赞。对啊，就是可能跟其他人 share 一下，然后看个一个月这样。好的，就是对，好，感谢东哥的推荐。好，拜拜，拜拜。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说 Disney Plus 真的，也许你可能对其他都没有兴趣，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幕府将军一个月超值得。然后现在呢，因为大家都活在一个注意力很破碎的年代嘛，很难很专心看东西啊，所以很多的剧，大家甚至如果能看到哦，可以跳倍速的哦，也很多人都用 1.25 或者 1.5 两倍，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快。好，也是很多人都用跳倍速的看，可是我就网络上面就看到一个，他说对他都会习惯了 1.25 倍看，但是《幕府将军》是他唯一。他不但是要用一倍速看，他有时候还常常必须要回头去看，因为常常错过了某几个眼神，后面可能那个意义就不太一样，就是每一个角色的那个脸、那个表情，都是要细细品味的。然后还说到了这个幕府将军的真田广之，他不仅仅是领衔主演哦，他其实在这一部片里面的幕后也出了大力。所以之前呢，有人说其实真田广之早该在20年前的时候可能就应该要扬名国际，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被好莱坞发现，而且认定他是最好的亚洲演员跟日本演员，然后有这个所有的日籍角色都要找他主演这样子。可是那时候真田广之他，因为他自己还有自己的偶像，他觉得我的偶像还没有出圈，我的偶像还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他不能做这件事，他不能逾越那个
讲这个感觉真的就很幕府的感觉，不能逾越那个礼数这样子。所以当很多人在说真田广志的消逝的二十年的时候，但其实他也有很多人这样看，觉得其实如果你当一个 superstar，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得到了可能大家都很想要的名气、财富，但你有没有办法推出一部真的可以把什么武士精神、日本精神然后琢磨的这么细致的东西呢？所以有很多人说其实真田广志的二十年现在才正要开始呢。这个也很像前几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嘛，韩国就是有财阀之女，他们成立的那种韩国的文化协会，在全世界上面他们是一个长期长时间的不是说我拍出了一部片很厉害，然后可以回收很多的资金，然后投资人都觉得我很棒，演员觉得我很棒，然后所有一般大众也觉得我很棒，这样就好，没有，他们在看的可能是一个更远的东西，是要把他们的文化植入不了解这个国家跟这个文化的人当中。所以你在看韩剧的时候，你在看在听 K-pop 的时候，其实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很主要的中心思想在运作着。然后我觉得跟我们做事的方式就比较不一样，我们常常就在讲说钱、获利，其他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是差蛮多的思维的啦。2:33，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碟，在飞碟联播网。0223639955，嗨，你好。嗨，马克，我是郭源，可以跟你聊天吗？啊，请说。我上个周末发生了一个故事，到现在就是还是持续的，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上周末的时候，我一时性想要把我的漫画给卖掉，就是我想清一些我的旧书、旧漫画，好几套的漫画这样子。嗯嗯。然后果然，就是我想说，现在就不流行看漫画了，然后又是整套漫画，所以我基本上我漫画就卖得很便宜，因为我的漫画之前也是从二手书店收的，然后再去补，然后我就卖得很便宜，然后现在就收到雪片般的这个讯息飞来说，哦，他们想要买我的漫画，甚至还有人说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到，然后马上把漫画拿走。我想说，哦，好，那没有问题啊。可是问题就在于之后，就是真的很多人在我的那个留言下面疯狂的留言，还有私讯我，跟我说，就是我们不小心卖到，我不小心卖给了一个那什么坏人、黄牛书商之类。就是我原本其实可以一套可以卖到15000的东西，我卖给2000-3000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对那个漫画没有那么的了解，我没有想说我要就是靠这个赚钱，我就只是想要清空间。对，我只是想要清空间，把我那个书卖掉。我觉得它价值，我没有就是没有想到它价值这么高。可是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咨询说，啊，你不应该卖给这个人啊，或什么什么的。就我的感觉想说，那我到底是不是？就我感觉怪怪的，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做，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可是又这么多人，就像我是不小心帮到一个坏人这样子，我不确定了。因为后来很多人就传截图给我，开始我卖大概3000多块吧，然后他把那套书卖到网络上面卖，他马上抛卖个17000的样子，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就跟回我讯息的人跟我说，你们知道他是从我这边买的，那不要跟他买不就好了吗？但听说还是就是听说那个引发了一波社团上面的小小的乐意跟炸锅哦。马克，你讨论就是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好的，感谢你的分享。好的，谢谢，拜拜。这个我记得我有看过一部纪录片，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一个瞬间让我很痛心，就是呢，隔代教养爷爷奶奶，然后养的小朋友是青少年，青少年呢喜欢搜公仔，那爷爷奶奶呢过得非常非常辛苦的生活，他们就是好像是拾荒吧，就是捡那个回收啊跟分类啊，做垃圾分类，所以他的家境并不好，他们的家境并不好，
然后有一天呢，这个老奶奶呢就想说，哇，要帮儿子，帮这个孙子过生日，所以呢想要去买一个好东西给孙子，可是他们家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啊，怎么办？所以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孙子的玩具，他想说，这个也都没有在玩，那他就趁这个周末的时候去福和桥，然后去摆摊，在摆摊的时候呢，希望可以卖到一些钱，他就可以帮孙子买个生日礼物这样子。那我说到这边，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样子了吧？很难过，我就看这个真的超级难过的，他在福和桥摆摊的时候呢，就有年轻人经过，经过以后一看，哦，你要卖这个啊？你要卖多少钱？你要卖，你要卖一百？我有听错吗？你要买一百？那这样好了，我给你1000块，然后你这个给我这样子。好，那当然就是老爷爷还很开心啊，觉得哇很棒啊，我这个孙子都不玩的玩具哦，本来卖100，人家卖1000，现在我就有更多的礼物钱可以买蛋糕帮孙子过生日了。那当然回家以后才孙子就会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可能价值是1-2万这样子，所以就是很难过啊，就是。你要责怪爷爷奶奶吗？就是也不行啊，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不懂嘛，所以那个给我的印象一直深刻至今。但我觉得刚刚波源那个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波源的目的很单纯，我就是要清空我家的这一个柜子，所以就算卖多少钱对他来说都是没有关系的。下面在炸锅的那些人，他们心里就只有一个心理，那个心理就是，为什么不是我收到？简单来说，就是嫉妒。嫉妒可以解释人很多很多的行为。所以这个，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卖到这个更高的价格嘛，对吧？就是如果它的外面的市价是，假设是1万7，那希望我们可以卖到15000，然后我们可以赚更多钱。但其实，你的不要忘记你的重点啊！你的重点是要清你的柜子啊！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吧？只是要最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只要你PO东西出去哦，很多人呢会要买东西，可是呢，他要交款的方式可能是用诈骗的，说用一些你可能不太熟悉的金流付款方式，然后他说啊，这个要认证，要干嘛要干嘛，然后最后你可能会被骗钱。我觉得比较要小心是这个，其他倒是还好啦。没有人爱，没人爱有什么奇怪？不过下班后多一点时间打打牌。没有人爱，没有人爱，为什么悲哀？独自喝完一瓶香槟，多爽快，真爽快。情真学不乖，赖在自己长得帅，说别人好坏不请自来，没有必要不招待。一对情人学不乖，仗着自己很慷慨，随意安排桃花乱开，没有能力去推开。没有人爱，没人爱有什么好猜？不要怀疑我的魅力，别老想歪歪歪歪歪。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没有人爱。2:4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来到最后一个段落喽。You Fall You Star， 飞碟快红心，快红心，快。Hello，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Lee 孙王 Lee。
很高兴我即将推出我的新专辑《灵魂提问》。我当初会走上音乐之路，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摔角，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看动漫。那动漫跟摔角每一个开头都会有一个主题曲，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打开了我对于创作的一个热忱，就是我希望我的创作不仅仅可以好听以外，我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画面感，哪怕是像电影、动漫，或是你要当自己的主题曲也可以。无法陪你，这首歌没有意义，逃了太多次心，是最后一名。期待过多少永远，在永远胜过再出手。不要给承诺，他们都给过。从未前进的永远，在掩饰没人。更重，来不及吐出的烟，残留在心脏最里面。关于明天想要的太多，不想看你难过。趁着过后的碎片，只留在心脏最里面。从没想过原来喜欢寂寞。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韩国的肿瘤科医师金范喜所写的《死亡对生命说的话》。26年前，我的父亲在正值知天命的时候过世了。享年50岁，他罹患的是肺癌。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反复的住院、治疗、手术，再次入院，最后结束了痛苦不堪的生命。现在肺癌的化疗方法有很多，但当时的药物很少，也没有任何治疗方法。最终在手术2年后，他的癌症复发，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像样的治疗，就过世了。我现在呢，看到与当时父亲年龄相仿的病人们时，有时候都会想起自己爸爸在跟病魔抗争的那一段时光。
其中有一段特别的回忆，至今我仍然无法忘记。当时我高一，我的爸爸因为手术后癌症复发，经常进出医院。我记得主治医生是我爸的高中同学，他告诉我爸，作为一名医生，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啊，你就在家吃点好的吧，保重身体。但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带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女人来到家里。这名女士啊，身穿色彩缤纷的韩服，纹着深色的眉毛，就像电视里面看到的巫师一样。那她这样穿跟这样打扮呢，激起我的好奇心，我就跟着他们两个人朝父亲的主卧房走去。我偷偷打开门缝往里面看，这位女士啊，坐在卧床的父亲身旁，开始为他把脉。她把脉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表情严肃，好像在进行一个神圣的仪式哦。然后呢，在咒骂着主治医生，就说：“哎呀，你明明没有癌症啊，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健康的肺切掉？”开始骂，骂完又继续把脉，又说：“你呀，肝肾的问题比较严重啊，我要用这个艾灸帮他治疗肝脏。”我的父母呢，都是大学毕业，该有的常识也都有。但是他们听到这些荒唐的话，却一句话都没有说。看在我这个高中生眼里啊，我真的是无言啊。父亲一言不发，沉默了许久。女人啊，就把这个艾灸放到我父亲的肚子上，开始点火。没几分钟啊，屋子里就充满了艾草的味道。然后这个艾灸呢，就是那个一种针灸的一种方式，用艾草这样子。就在那个时候，在门缝边偷看的我，突然跟望向门口的父亲四目相对了。我爸露出肚子躺在那里，对我咧嘴一笑，并用手指比了一个胜利的 V 字形的手势。那一刻，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一个穿着奇特的女人，把雪白肚皮暴露在外的父亲肚皮上无声燃烧的艾灸，空气中飘着艾草的味道。这个情景太怪了，可是我爸的笑容跟胜利的 V 字形手势让我回过神来，那一刻的笑声也算是一种解脱吧。然而，当那名女子听到笑声转过来盯着我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害怕，赶紧把这个房间门关上，跑回自己的房间。那段时间呢，父亲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日子。他说，因为不想要在孩子面前显得软弱，刻意隐瞒了自己得肺癌的事实。那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来不表现出痛苦的爸爸，那个无比坚强的一家之主，在经历了如此痛苦又艰难的日子，显露出的脆弱无力，至今我还历历在目。那时我还是一个留着光头的高中生，父亲要我坐下来，他说他好痛苦，他流泪了。人们认为病人痛苦呻吟是很正常的事，不开给病患足够的止痛药也是医学界的惯例。最终，我爸只能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当我回想起当时的父亲将艾灸放在肚子上，微笑露出 V 字形手势的情景，比起他因为癌症痛苦不堪的样子，对我来说更加栩栩如生。事实上，那个女人的治疗没有任何的意义跟效果，但却清楚表达了一件事，就是我爸竭尽全力与癌症奋斗。现在我成为了一名医生，遇到了跟当时我爸一样的癌症病患，想起了当年的爸爸，我感到悲伤跟心碎，因为我现在更懂得承受痛苦是多么的艰难，以及面对死亡是什么感觉。我能猜想出他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微笑着对儿子比出 V 字手势，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难过。当我感到疲累，几近崩溃的时候，如果我想到了当时的爸爸，我的心里就会升起一股不知名的力量。那一刻的微笑，那个手势，其实是会为儿子带来一生力量的。在用不同表情跟不同言语填满为时不多的来日的人们中，我时常想起那天的父亲。有时候，我突然觉得人的生命不只是属于自己的。你今天对抗癌症的方式，可能成为明日家人们生活的力量。即使现在不被了解，总有一天你的家人们会明白你当时的想法。就像过了这么久之后，我才能理解我的父亲一样。我认为我们超越时间跟空间，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人的生命很有限，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但如果我们记住这个事实，剩下的日子也许就可以过得不一样吧。我常常这样想，也许这个问题可能就是癌症给我们的功课。喜剧也叮当跟陈华志远道而来的我们2:55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咯。我是欧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午后，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跟玛丽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听听，还有我们的 Podcast 马克信箱，明天见咯，拜拜。散发着光芒，要我无所畏惧掌心在发烫，有你未来无限宽广。曾经一个人，到两个人，握起手指。喜鹊也。